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徐老师。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八和九。在学习之前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请看，我邀请了一群小伙伴。这群小伙伴都是哪些呀？小朋友发现了，这些小动物很特殊，这些都是我们的生。 肖，十二生肖当中的一部分，有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。那接着还有哪些？你可以自己查阅一下。那请你数一数，图中有几个生肖啊？有十二个吗？数一数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 九，只有九个生肖。好，那再来，我换另外一批小动物过来。这些小动物排排站，请你回答一下，把左边的八只小动物圈起来，给从左数的第八只小动物画上星星。那。 你能够自己试试看吗？第一个，把左边的八只小动物圈起来，从左数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只圈起来，这是指的这么多，用手抱一抱左边的八只。 是指这么一部分。那第二个，从左数的第八只画上星星。从左数第八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那么第八只就是指的小狮子，所以在小狮子的头上画一颗星星。 你找对了吗？现在小狐狸发话了，我排第一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小狮子排第几啊？刚刚数出来了，狮子刚好是第八只，所以小狮子是排第八。那么谁排第九呢？真聪明，后面的小鹿。 排第九，那你能不能给同桌也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？我听到了有小朋友是这样问的：“小象排第几呀、啊？”第二，那小猴排第三。按照这样，把每只小动物的顺序都说一说，自己说一说吧。好。 有了这样一些认识之后，八和九，相信我们更加认识和牢固了。现在我们来学一学八和九是怎么写的吧。八九，请你先观察，观察好之后，我们再来写一写。八像葫芦，九像。 正在飞扬的气球。那如果要想写好这两个数，我们在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？很好，要注意起笔和收笔的位置。八和九都是一笔写成。来，我们一起写一写八，8, 靠近右边线起笔。 第一个葫芦正在完成，然后在起笔位置收笔，八就完成了。你能够也注意一下收笔和起笔的位置，来写一写吗？九也是一笔写成，也在右边线的位置起笔。 圆圆的气球，然后在横中线向上，然后再斜竖下来。漂亮的气球正在飞扬，你会写了吗？自己写一写吧。有了八和九的书写，那我相信八和九的认识就更加全面了。现在我们继续往后看。 我们把八颗星星来分一分，分两组，请看有几种方法，是不是八颗星星数一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颗星星可以怎样分呢？来，挪走一颗，这个时候八就分成了左边七颗，右边一颗，八。 分成七和一，同样七和一也可以合成八。再来，再往右边一颗，这个时候八分成了左边六颗，右边两颗。八分成六和二，六和二也可以合成八。继续，再移一颗过来，这个时候。 右边三颗，左边就五颗了。八分成五和三，再移一颗过来，这个时候右边四颗，左边也四颗八分成四和四，四和四也可以合成八。好，那现在请同学们想一想，你看到每一组，你还能想到什么？真聪明！ 可以交换一下位置，想到另外一种分法。第一组八可以分成一和七，第二组八还可以分成二和六，第三组八可以分成三和五，最后一组交换位置还是一样的，所以这里就只有第一种了。 好，现在我们把八的分法来一起读一读吧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带上手势一起来读一读。八可以分成七和一，七和一可以合成八。第二个，八可以分成六和二，六和二可以合成八。第三个，八可以分成五和三，五和三可以合成八。那 最后一个，一起来，八可以分成四和四，四和四可以合成八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八的分与合了。你掌握了吗？我们继续。如果用九个小圆片来摆一摆，将九个小圆片分成两部分，你能够按照刚刚八的分与合来摆一摆吗？ 摆好之后，将你的结果和老师来分享一下。第一个是这样吗？九被分成了一部分是八个，一部分是一个。那如果一个过去，从左边一个过来，这个时候九就被分成了七和二。那再从左边一个过来。 九就分成了六和三，再从左边一个过来，九就变成了五和四，是这样吗？真了不起！那看到第一组九可以分成八和一，你还可以想到九可以分成一和八，那。 你还能够想到这其他组的对应的分法吗？第二个，九可以分成二和七；九可以分成三和六；九可以分成四和五。来，我们一起伸出手，把九的分法也来读一读吧。从左边开始，第一个，九可以分成八和一。 八和一可以合成九。第二个，九可以分成七和二，七和二可以合成九。第三个，九可以分成六和三，六和三可以合成九。最后一个，九可以分成五和四，五和四可以合成九。 真不错，读的真好。好，接着我们就利用刚刚所学来练练。第一个，三和五可以合成八，二和七可以组成九。第三个，八可以分成六和二，九可以分成五和四。都答对了没有？ 真了不起！那现在，请你看到这两幅图，按要求来圈一圈。第一个，圈出能组成八的两个数，可以是二和六，二和六可以组成八。还有其他的吗？还可以是一和七。 可以组成八，那还可以是三和五组成八，还可以是四和四组成八，是不是？好，看第二个，能圈出组成九的两个数吗？自己试一试，能圈出哪些？想一想九的组成，我们可以是这两个。 二和七可以组成九，那还可以是一和八可以组成九，还有三和六可以组成九，还可以四和五组成九，有很多种组成法，你都掌握了吗？掌握了，给自己竖起一个大拇指，真了不起！好，现在我们来猜一猜。 第一个，五和四组成我，我是几呀？五和四可以组成九。那第二个，我是八，前一个数，前一个数是七，真棒。那第三个，我是目前学过的最小的数。 我们最学过最小的数是零，那继续，我添上一就是七，那我是几呀？反应真快，那我就是六了。六添一就是七，来看这里，七添上一就是我了。那七添上一就是。 所以，我就是八。好，现在我说一个数，你来猜猜看。我的前一个数是五，那我是几呀？真棒，我是六。六的前一个数是五，真不错。这节课的知识我们就学到这儿，你都掌握了吗？ 掌握了，给自己竖起两个大拇指吧。那我们就下一节课再见。